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的时间到了，接下来是两大美女要进行 PK 大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而且我们今天的题目又是更新的一版哦。嗯，这次的题目呢还不太容易哦，所以呢这个电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跟我们一起，跟这些小姐们一起来作答，好吧？你现在开始准备一张纸，给你五秒钟的时间，把纸跟笔拿出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对啊，快点快点，我赶快把自己的纸跟笔拿出来吧。嗯，好，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君子就是先互相恭喜，不是恭喜吗？祝福对方好了。好，有没有话要对这个镜头的观众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说？在比赛之前，来娜娜先。Love you， 我爱你。好，那第二个， okay. 在比赛之前。有没有话要对你的 competitor 对手说的？哇！已经有火药味了，火药味了，有没有？那火药味滋就这样跑出来了。所以 ，Are you ready？ Yes， yeah。那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样，没有感觉。Yeah， 啊 ，Yeah， 苏总 ，Are you ready？ Yeah， yeah， OK， 准备了哈，那。第一题啦，这个观众朋友们也跟我们一起作答了哈，我要开始念第一题了。好，第一题，世界上最早起源的宗教是哪一个宗教？好 ，A， 基督教 ，B， 天主教 ，C， 佛教 ，D， 印度教，请作答。做好了吗 yeah, ？OK， 我们请小姐亮牌亮答案。好，一个是 C， 一个是 D。那观众朋友猜猜看，正确的答案 是哪一个呢？对，答案是 D， 印度教。恭喜娜娜耶，得一分。OK， 好，得一分的话，我们就有一个计分牌在这个桌上哈。所以的一分现在是娜娜是1-0暂时领先的状况，但是 yeah that's okay， 对，才第一题而已哈。好，再来呢，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的第二题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进行第二题。好，第二题的话，请听好哦。美国的五分钱 nickel 钱币上面有一个人的铜像，有一个 hat， 对，请问是 which president 哪一个总统 ？D A。George Washington B. Abraham Lincoln C. Thomas Jefferson D. Andrew Jackson 请作答，请作答。好，都好了吗？好，我们一二三同时亮答案，一二三。好，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Thomas Jefferson。 恭喜娜娜，没关系，娜娜要得一分哦。好，好，咪咪要加油了哈！咪咪现在是以2-0暂时落后，可是我们题目很多哈，所以不要气馁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接下来第三题啊，这题应该比较简单了。OK。对。OK。好。加油。美国有一个节日叫做万圣节，万圣节又叫做鬼节，对不对？万圣节。Yes。那中国也有鬼节，问题来了，请问中国的鬼节是在几月几号？OK， A 4月1号 ，B 7月14号 ，C 9月9号，还有最后一个答案是 D 12月22号，请作答。这个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猜一猜啊，都好了吗？五秒，四秒，四三。一 ，OK， 好，给你看，不行，一定要给我们看。一定，好，答案是， yes. okay. 答案是 B A， 哇，7月14号， yeah.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2-1暂时领先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接下来了哈，要进入到，我要爬上去了，嗯， yeah, yeah, yeah. 好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题喽，苏神，请出题。好，那这一题比较像是科学或化学或自然 science 相方面的题目。OK， 第三题就是当火 fire
燃烧到最热最 the hottest 最热的程度的时候，它是什么颜色 ？A 黄色 ，B 红色 ，C 绿色 ，D 蓝色。就是 what color？ 你说 answer 就好。Answer A yellow 黄色 ，B red 红色 ，C green 绿色 ，D blue 蓝色。好，请作答啊！没有信心也要把答案写大一点啦、啊，这样观众都看不到啊！不要欺负我们的秘密好不好？好，你确定决定好了吗？大家要不要再换？好，他叫我叫安静一点，好，我不要讲话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倒数了哈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答案是 D， 蓝色。娜娜是喜欢化学的，对不对？这题娜娜比较吃香一点。我们再加一分，三比一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继续再加油努力了哈。现在是不是换我出题了？对。